至於疫苗嗰方面咧，嚟緊話有三隻疫苗嚟講，響香港話供我哋市民免費檢測，唔係免費注射咧，我覺得係好嘅。希望全體市民嚟講咧都一同參與啦。希望嚟緊今年嚟講，2021年嚟講咧，大家可以疫情快啲走啦，同埋市面回復正常啦。即係起碼個個都開心啲。如果香港呢能夠繼續，就是把握住這些發展的機遇，然後特別是依托我們國家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這種政策福利，然後香港這邊在努力的去找跟這個咱們怎麼樣在粵港澳大灣區裡頭發揮自己的特色，相信還是2021年會大有可為的。我信念呢，最重要就是疫情马上有改变，我们中国一定要好，中国好的话我们就会好。还有就是我希望真的世界和平啊，只要国家安定，世界和平，哪有没有生意啊。香港在新的一年，我们希望重新出发，不许香港再乱下去，我们来专注经济发展，来把疫情控制好，改善民生，重建香港的繁荣。我的心愿跟广大香港市民是一样的，我们殷切期望香港明天会